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喂，阿 operator， 我哋個電腦入邊有冇咧嗰個我嗰個 AI 個廣告啊？你都係睇下，因為嗰個都要常播嘅1380嗰個有埋字嗰、那個嚇即係話喺譬如我哋開節目前啊，或者節目中間都可以我哋嗰個我嚟播下嚇。咁啊，即係我哋而家都唔知點算啦，天氣又咁撚熱，琴日我想去游水嚇、又唔知啲泳褲擺喺邊，後來揾到啲泳褲啦，又唔知美鏡擺喺邊，好啦，麻煩嚇，唔得屌，即係其實波褲都得嘅，但係。但唔好著白色，係咯，透啊透啊透曬毛出嚟。波褲得嘅，咁啊唔會，咁你有如果著波褲係有褲膽噶嘛？都係啊，有白色褲膽都會。但係我哋屌你唔會著白，有幾可有白色波褲咧 ？OK， 好啦，嗱呢單嘢咧，要講足佢一節啊，我講曬個形情同理俾大家，講緊乜嘢咧？就係方力申同香港泳總炒嗰單嘢嗱。有些人話點解呢單嘢？我見到我哋個《啤李晚報》嘅專頁入邊提過呢單嘢，定喺 Facebook 咧有人話：喂，點解呢單嘢唔係咁有 noise？ 咁你而家要有乜嘢有 noise 咧？你而家乜嘢都唔會有 noise 㗎，最有 noise 係可白㗎咋？你班友最有 noise 就係阿李隆基啊，都慢慢靜咗啦，係嘛？你可以點啊？啊，最多咪影人哋打交咯，喺個街度政改啊，係嘛？好啦，當然係有 noise， 冇嘅我哋都，因為其實老實講。香港而家咧最慘就係電視台得翻一個，我哋或者你話兩個啦，我計埋 view 啦，但係我嗰個競爭係唔夠。你個 view 而家更多人睇，其實都係兩三點。好啦 ，TVB 佢嗰班人咧就唔係睇 TVB 嗰班友咧，好大部分就唔係喺網絡活躍嗰班人。而家最活躍就係網路上面，即係嗰啲即係個轉載。好啦，咁我哋轉載都有個新聞來源㗎，譬如你以前轉載蘋果、轉載東方、轉載城報，你而家其實講嚟講去就係冇咗一啲比較批判政府、批判性嘅監察政府嘅媒體。你好似呢單嘢，當然我認為好大問題啦，最大問題就係泳總啦。嗱，佢話 black and white 喎，我就咪慢慢講，佢係跟翻個規矩嘅喎，但係啲規矩係非常咁古怪。OK。非常咁僵化，而阿方力申咧，佢話我真的憤怒了。之前咧，其實我覺得方力申咧，佢都四十幾歲人啦，佢係好冷靜嘅，亦都冇乜惡言相向嘅。啊，結果你仲串撚過饅頭姑你，咪就係好啦。你呢個月跟住楊用紅咧，第三方咧，嗱呢一個咧，佢咩文體及康樂體育事務司長之類啦。半句聽唔出，香港嘅體育總會究竟係搞乜嘢嘅？香港嘅體育會冇個即係全部都冚家產嚟嘅喎。屌你冇個搞得好啲嘅都冇嘅喎，全部圍威喂。搞得好啲啊，都俾追擊啦，好似乜嘢？咪追擊咯，係嘛？個爭住屌柒你啊！咁咪咯，成班嗰啲港協嗰啲冚家產。屌你老母係！所以安達臣離開港隊係好合理嘅。啱啊！你對住足總呢班友，我真係認為好合理嘅啊！先唔好講個人工啊！好啦。嗱咩事咧？方力申六年前咧就伙同一啲拍檔投資開設游泳學校，咁佢有說服力嘅。點解咧？佢係港隊代表啦，係話佢係藝人啦啊！佢日前咧社交媒體發文同埋做咗個傳媒訪問，提及佢嗰個泳會下面有一個表現優異嘅九歲男童，因為泳會嘅級別即係佢哋嘅泳會啦唔夠高。而未能夠參加今年二月舉行嘅分齡錦標賽，喂，中國游香港游泳總會，你淨係呢個都甩流嗱，即係好好叫口啦！香港游泳總會咪得咯，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就唔使講噶啦。你特別要屌你老母閪，我真係未見過人哋話咩中國上海、中國山東乜乜總會，我未聽過嘅喎，咪山東乜乜總會咪得咯？中國係香港係。歷史嚟都係中國一部分嚟噶嘛，你哋講噶嘛，係嘛咁跳口嘅？即係你話呢啲咪太監心態幾緊要啊？七月五號發聲明話不存在打壓任何一個屬會嘅講法。今日方力申就再喺 Instagram 發一篇千字長文猛擊，表示我真的怒了。嗱，首先咧，香港游泳總會話我不存在打壓任何一個屬會嘅講法咧，嗱，我可以認同喎，佢唔覺得係啊嘛。佢唔覺得係，佢規矩啦 ，black and white 啦，佢唔覺得係，
但事實上是不是幾撚荒謬啊？睇落去嗱，你哋自己一陣我講完曬成單嘢，我慢慢講。大家講平道理啫，平道理。其實當日啊，諗得出嚟嗰啲人都低智噶啦，諗呢個咁樣嘅制度，屌你老，咁梗係專登啦！屌你咩？就算係開頭嘅時候唔專登，慢慢慢慢就一定係專登咗噶啦。因為點解咧？嗱，我哋睇完曬成件事，你就明噶啦。喂，好啦，方力申咧喺 IG 發文，佢話：據我所知，喺呢個之前啦，泳總入邊有三種泳會嘅，正式屬會、觀察屬會同埋競賽屬會。嗱，首先喺就咁講呢幾種屬會有幾種 ？OK， 我一日覺得好撚架重疊屋。哦，原來咧 ，OK， 佢呢個競賽屬會咧就係冇投票權同埋冇租用康文署嘅權嘅泳池嘅權利嘅。OK， 咁點解有啲屬會冇投票權咧？即係點解有啲屬會會有投票權咧？哦，佢都有升降制度嘅嗱，咁我就已經好會覺得，喂，係咪有啲人想控制住嗰個投票？因為老實講啦，自己啊，維維維。因為點解咧？你如果哇，我好多屬會達到一定嘅你嘅要求，我加入到個屬會，就個個都有投票權嘅，咁我咪好難話事咯。同埋點知你嗰啲新屬會係乜水啊？唔係我咪好難話事咯，好簡單啫嘛。即係等於嗰時話，喂，屌你都撚樣個個整啱會話咩咩咩功能組別，喂，即刻拗曬底。係嘛？即係立法會度選咁解咯。好啦，佢話我同拍檔合辦呢個泳會六年啦，一直以嚟咧，我哋知道喎，我哋只係泳總屬下嘅競賽屬會，即係最低級別啦，係嘛？我哋一直以為呢個小泳會只不過係不能夠分享資源，包括即係話喺康文署度租唔到泳池啦，唔能夠用水線練習。大家知道水線係咩啦？即係我諗係中間嗰條嘢啦，啊！咁但係原來係連土生土長運動員連比賽都唔能夠參加，我真係震驚啦。OK， 好啦，佢話今次事件係連泳總嘅職員都唔清楚規則。嗱，泳總職員都唔清楚規則，呢個好有問題嘅喎。啊，佢係最初佢有個小泳手，佢向小泳手指示，佢合資格報名參加分齡錦標賽，點知報名之後，泳總就通知喂唔得喎，於是乎。他呢就曾經去信泳總方力申話：喂，我希望我泳手可以參加比賽，所得的名次分數不用計啦，唔使計啦。即係因為點解咧？如果計嘅話咧，那個泳會嘅派個泳手攞到分嘅話咧，就可能會有升班啦。咁於是乎就影響咗，影響咗泳總分配資源嗰度啦，即係譬如可以租到水線啦。佢話：誒唔使啦，唔使，我淨係希望呢個小朋友咁出色，我想俾個小朋友有機會去參加呢一個錦標賽咁解嘅啫。OK， 但係唔接納。OK， 就覆佢哋，泳總就覆佢哋，貴會嘅意見將會轉交專責小組，對日後游泳屬會嘅發展作出檢討。哦，咁都好好禮貌，即係泳總覆翻佢。收到啦。啊，好啦。於是乎咧，方力申咧就話就呢一個咁嘅回覆，就打電話去泳總問。咁今年年底嗱，頭先講嘅係年頭發生嘅事啊，二月年底嘅分齡錦標賽報名截之前有冇答案啊？喂，成年喎、啊，佢哋話唔能夠保證。咁啊，方力申就批評啦，競賽屬會嘅泳手唔能夠競賽。我認為呢一條規則係有違總會同埋普及推動游水嘅。同埋培育精英運動員嘅宗旨，佢話為咗小泳手嘅發展着想咧，佢最折衷嘅方法咧就國外咯，等小泳手去其他合資格嘅泳會參賽，即係嗰啲譬如係啊觀察屬會，甚至乎正式屬會。佢就要你減場啲生意，攞埋你啲所謂人才咯。嗯、OK， 好啦，泳總咧，於是乎咧，佢都唔撚鋸喎，佢仲要係好撚有型。其實就咁睇呢度已經好有問題啦。點解競賽屬會嘅選手唔能夠參賽？佢贏咗嘅，原來攞到積分嘅，攞到資源嘅，或者符合到某啲嘢嘅，佢咪可以升格做觀察屬會咯？同埋點解唔改名？如果競賽屬會嘅泳會唔可以去競賽，不如叫計啦，叫不競賽屬會啱啊啱啊啱啊，係啦，加翻不字啊嘛，唔係或者加多兩個字不準不準競賽屬會，係啦，咁你 OK 啲？咁但係你其實你想培育精英運動員啊嘛，你想普及啊嘛，其實佢到資格嘅，佢最公道我嘅時候話 free play。
我唔理你係咩屬會，你到資格嘅，咪去參加。即係等於我踢波叻嘅，你理得我踢曼聯定水晶宮？只要我踢得好，水晶宮我細球會，你要接佢入選。係啦，我而家唔係啊，係借得曼聯、車路士、阿仙奴、曼城啲大球會。喂，嗱，老實講，我唔知佢點唔公平啦。我唔知佢點計分，我哋唔知啊，暫時。嗱，一個泳手係咪可以帶到你個屬會上到去頂班咧？嗯，就算係真係得嘅，咁你認為有問題，你下次改，而家就跟翻規矩。喂，同埋喂，多過佢，譬如佢真係因此而上嚟嘅，咪由佢上嚟咯。哦，原來係驚佢投票，投票權。我係驚佢影響咗啲資源，係講嚟講去咁樣。你威咗啦，你咪多生意，咪吸引到我。喂，咁就好啦，唔俾你生菜。喂，仲有喎，如果佢為咗控制啲票，咁係咪唔通觀察屬會有啲要落翻嚟啊？喂，佢自己有嚟嘅喎。哦，佢咁嘅，你觀察屬會同正式屬會咧，如果冇屬會退出。就算下面那些上嚟係夠大家大啫，都唔得。O K， 即係咁，人退出，佢哋永遠唔會退出嘅喎。係啊，咁佢哋如果佢哋達唔到嗰個標準嘅話，咁佢哋會唔會降班咧？唔使啊，又唔會降班。蘇花生話有啲人咁就即係話係殭屍會咯，即係長期係冇做嘢，但牙佢實佢不單止冇做嘢，佢甚至乎係冇泳手都仲得。嗯，係咪啊？係咪咁樣啊？係。然後咧嗱，喂，咁方力申，我認為好大體啊佢。佢話唔緊要啦，咁我都唔係要資源，唔使計分啦，唔好計我，即係純粹係唔爭食嘅，俾個僆仔參賽露位，我屌你老母閪，你老母閪淨係呢樣嘢，我唔好講泳總，其他嗰啲屬會啊，屌你老母閪，包括呢一個競所有嘅正式屬會、觀察屬會都要出嚟出聲啦。點解唔出聲啊？咪冚家產咯！屌你諗呢個民族就係好撚多呢啲咁喎，咁撚契弟嘅喎。喂，佢哋喺度嗰啲資源，其實係咪揾好多又未必係嘅喎。即係你真係要揾要隔油水，真係要俾租，真係要剩啊嘛。可能亦都有型咯。屌你老母，香港好多呢啲人嘅喎。屌你老母，香港游泳總會唔知乜撚嘢。嗯，有型咯，撲街啦！屌你老母，所以你話啦，你話如果有 talent 嘅。屌你諗點解有好多運動員咁死忍難忍咧？因為冇辦法，屋企未必負擔到。嗯。啊！屌你老尾，見到嗰啲咁撚樣出嚟抽水，咁都要笑下口咯。但係其實點解咁大憤怒啊？佢哋因為佢哋身處其中，咪知道屌你老母閪，實在太撚個閪啊！泳總都唔係第一次啦。屌好撚多嘢！屌黃敏阿超哥啊，黃敏超啊，大佬係啊，喂，之前咪有個游水佢冠軍咯。喂，你代表香港隊名比咯？屌你咪計啦！喂，仲有喎，我揾個委員哥仔啊！係啊，嗰個委員哥仔仲係輸緊都俾佢喎。係啊，輸你成條街啊！我吹兩場，佢入吹啊！吹兩場咩？就歐海純撐啦，好啊，撐明總啦。咁歐海純實撐明總嘅，睇得出呢啲人啦。好啦，嗱，中國泳總咧 ，OK， 當然要發聲明啦。鑑於近日本會屬下其中一個競賽屬會一龍游泳有限公司，呢一間就係方力申佢哋間公司啦。接受獨家媒體專訪之後咧，有報道話本會以泳會級別掣找天才泳手參加錦標賽，本會作出以下嘅嚴正聲明：一龍游泳有限公司係本會嘅競賽屬會，這個冇人反對嚇啊！該等屬會嘅類別產生係源於2012年，當其時本會收到大量游泳團體嘅屬會申請，咪開心咯應該嚇、啊，為咗推廣游泳。本會在2012年周年大會上面通過增設呢個競賽屬會，目的是令到更多非牟利的游泳團體能夠致力推廣游泳運動，令到更多年輕運動員有機會參加比賽。但是礙於資源有限，本會對競賽屬會的權利都有所限制，不能參加錦標賽就是其中之一。啊，我都不明白，其實我都不明白。礙於資源有限，點解本會對競賽屬會嘅權利都有所限制，不能夠參加錦標賽其中之一咧？我都唔明啊！即係你俾多啲人可以有機會參加比賽，有咩問題啊？屌你咁，你咪唔俾資源佢哋咯？頭先方力申佢都話：喂，我唔使要你啦，俾你參加，我就係唔得。OK， 好啦，即係屌你都話諗知你，屌你都遊得叻過何詩蓓，就係唔撚得。嗯，撲街去死啦！嗱，呢啲撚樣真係要死全家嘅，你唔好話我話。黃敏超啊，泳總嗰啲。屌你泳總呢班，你話係咪要死全家咧？你自己問自己，值唔值得啊？值唔值得死全家？唔值得嘅出嚟解決問題啦嘛！我就惡翻你轉頭。屌你老母！佢話好啦，佢話為何競賽屬會唔能夠參加錦標賽咧？
因為競賽屬會是可以晉升成為觀察屬會。好啦，如果競賽屬會晉升咧，根據本會清楚釐定的指標咧，係喺2023-24年度，或者2024-25年度連續兩年都有競賽屬會符合資格嘅，即係今嗱，即係話喂唔係喎，係有競賽屬會符合資格順利升為觀察屬會嘅，所以唔存在任何一個打壓任何一個屬會嘅方法。好啦，佢即係話佢唔講啊，方力申一龍嗰度，佢話喂你話我打壓你哋競賽屬會。我睇翻2023-24、2024-25連續兩個年都有競賽屬會符合資格順利喎。第一個資格係乜嘢資格？如果你話係因為有泳手游得好成績嘅，咁人喂人哋唔使你啦，你唔使擔心喎。你話有資格嗰啲係咪你自己有咧？呢個因為佢唔係自己有咧，係嘛？好啦，人哋都唔係講緊嗰樣嘢，人哋點解個泳手唔參加得咁高賽？睇咁唔得白，轉移視線。好啦。他又話：而有關錦標賽咧，一般參賽屬會有40多個，競爭好激烈噶。咁點解屬會要爭加啲積分啊？因為啊，泳員嘅排名係直接影響觀察屬會同埋正式屬會嘅晉升機會。咁我唔要呢啲積分啊嘛。都唔得。佢如果開放俾34個競賽屬會參加，將會影響本會嘅屬會計分機制。你淨係呢樣都廢到不得廢啦！嗰原來個計分機制，即係所謂嘅升級屬會，即係所謂嘅資源分配。是緊要過你找到屌你老母喺天才領袖嘅，屌你老母淨係呢啲咁樣立撚十，屌你老母泳會你撲街死啦！即係屌你而家有個勁撚個 C 朗，勁撚個美斯，屌你老母閪！不過佢唔係喂，屌你老母閪！喂唔係足總，即係你自己有嗰啲球會喎，老尾㗎啦，唔撚選㗎啦，甚至乎打佢啊！屌你邊個想簽佢啊？屌你老母閪！你咩咩傑志想簽佢啊？唔撚得添啊！即係咁撚樣嘅，你真係黐撚線到咧！最後泳會嗱呢一句最後啦，本會歡迎及鼓勵各屬會積極參與會務，以正向互動溝通，共同為推動香港游泳事業發展而努力，避免因為負面報導對年輕泳員造成困擾，或者有損本會嘅聲譽。對年輕泳員造成困擾嘅咧係你哋，有損本會嘅聲譽都係你哋自己。屌你咁，其實最撚串咧就係臨尾呢一句。喂，屌你老母！你有咩咪同我哋喂4466講啊？做乜撚嘢啊？即係接受訪問，屌你老母啊！係咁樣啫嘛。你出律師信過交傳媒一辦。屌你老母！喂，方力申，我真係撐硬你啊！呢鑊嘢，屌你老母。喂，方力申，我建議你啦，你應該走去邊度咧？特首辦去請願。係。佢當時即係幫阿李家超 endorse 啊嘛。佢有咩？片襯李家超係啦。喂，咁唔撚掂喎！喂，但李家超呢次未騷你喎。喂，唔撚得喎！即係條僆同唔好出聲。喂，其實老實講啊，以阿方力申，你真係唔揸牛底喎。唔係就係你驚，你驚撚鳩佢。你又太子仔，你又有錢，驚鳩佢黃敏超。係咪先？屌你！屌李家超嘛！好啦，時間兩日，屌最弊李家超真係冇力咧。係咯。李家超最撚麻煩就係咧，佢拉市民啊，咩國安法嗰啲佢叻。屌你老母！自己有咁大嘅權，屌你老母！呢班撚仔玩撚死佢都仲得啦。特首嚟噶嘛，佢但係真唔會嘅喎。你蘇花睇落去，屌你佢俾人玩喎！我都係超哥，高你咯，未係？喂，669-8-24-29啊，超哥，你真係俾個電話我，大家傾下傾下偈好過。繼續等熊貓啦。喂，屌你老母！玩撚死呢班撚仔仲得啦，香港屌你老母30,000點都仲得啊！唔使咁識乜嘢㗎，就我俾你搞撚掂㗎啦。唔撚難㗎，我非常有信心啊！啊！屌佢老尾！好啦，事隔兩日，方力申頂唔順啦。佢話前日當我睇到泳總嘅聲明，特別係最後兩句，即係頭先嗰句啦，本會咩參歡迎及鼓勵各屬會積極參與啦，係嘛？正向互動溝通啦，共同推動香港游泳事業發展努力啦，避免因為負面報導對年輕泳員造成困擾，甚或損本會聲譽。阿方力申話：我真的怒了，我真的怒了，即係好難揾要有啲火嘅。佢話：嗱，首先咧，佢喺 post 入邊分享多張昔日代表香港舊照同埋展報。嗱，其實呢啲唔係好關係咁，但係當然有力啦。我曾經同時保持至少8項香港紀錄，更加兩項咧係保持咗超過20年先被打破。2000年代表香港參加悉尼奧運，亦都分別喺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北京站同埋香港站獲得銀牌同埋銅牌。6年前開辦呢一間香港游泳學校，推廣游泳運動，培育人才。我對推廣香港游泳發展，對外對內係有貢獻嘅。我對泳總嘅聲明真係感到非常震怒同埋失望。聲明答非所問，係啊，答非所問啊！
屌你，本末倒置，正係顧及維護總會制度，漠視運動員利益。對於下下屬會有潛質的年輕泳手，漠不關心，真係撲街嚟嘅呢班老鬼。屌你老母，香港人實在太多啲咁嘅撲街，太多屌你老母閪老而不，屌你老尾閪，成日咧即其實唔係淨係呢啲咩游泳總會啊，各行各業都係。屌你咪兩嘢兩嘢咧！屌你喂，而家啲後生喂，每一個年代都有啲後生唔生性，每一個年代都有後生標青噶啦。你做大人嘅，屌你有冇製造一個好嘅機會啊？就算喺公平競爭底下，唔需要下下屌你乜啫？喂，咁你已經講到要培育運動員，運動員佢根本個時間太短啦。譬如少年運動員，嗯，係嘛？屌你有乜仲要玩呢啲嘢？即係呢個泳總就閪撚到你唔識講啊！屌，好啦，方力申話。我從來冇要求我嘅泳會由競賽屬會升級為觀察屬會，佢冇要求喎。今年1月16日，我去信泳總，應表明為咗配合總會致力於推廣游泳運動，讓更多年輕球員、年輕泳員有參加比賽機會，所以我認為能夠達標嘅泳手就應該有參加錦標賽權利咯。更何況呢、這個泳手就喺泳總辦嘅比賽入邊達標嘅，我信入邊嘅建議就係、是。競賽屬會嘅泳手喺錦標賽室得到嘅分數唔計啦，就係、是、避免影響其他屬會嘅資源分配。人哋都講到咁撚明啦、OK， 即係有陣時咧，佢哋呢啲咧，嗰啲 ego 啊，佢話：屌你話咁啊咁啊，咁我咪好冇面，即係咁樣啫嘛。屌你咩？佢話游泳本來就應該用成績作為準則嘅運動，而唔係泳手所屬嘅泳會類別作準則。基於呢個原因咧。我建議總會應該俾條出路俾呢一類泳手。好啦，點知兩日後咧，泳總就回覆話，將本會嘅意見會轉交專責小組對日後游泳屬會發展作出檢討。我當時就即刻向副總會嘅負責人了解，喂，咁專責小組會唔會喺今年11月舉行錦標賽截止報名前得到答案呢？負責人梁小姐話不能保證。咁於是乎咧，我就分別發電話信息。俾總會會長阿黃敏超，可惜係耳讀不回，唔撚蘇你啊！請問呢一個係正向互動溝通嗎？我有嘗試過，但得不到回覆。之後我再向有關人士反映，可惜經過佢同黃會長交涉之後咧，都無補於事。屌，日要揾阿超哥啦、不過唔係黃敏超啊，揾李家超，叫李家超升鳩佢兩巴。喂，李家超其實有好牌喎、啊，呢件事你幫個九歲僆仔搞掂，你攞翻啲民望啦、啊。喂，唔係喎，呢一單嘢咧。我在一些建制派的官入邊都有人屌泳總喎，就係啦，改革佢泳總仲要，改革民間協會上好撚大，但係你問題明明一去到嗰個位咧，就算一致民意都好啦，呢、這個成為運動唔撚得，即係有啲人會咁諗㗎，屌你老味！好啦，佢表示由事發今年2月到傳媒訪問曝光6月29日呢期間4個多月啦，冇任何人聯絡過我去跟進一件事。對於小朋友嘅發展咧，每一年都好緊要嘅。個泳手已經錯過一年頭錦標賽，就再也不能錯過年底錦標賽。阿方力申就喺文末就話：我熱愛游泳，亦都衷心希望本港游泳運動發展得越來越蓬勃。預祝港隊咧喺巴黎奧運會會取得好成績啦。咁啊個 post 咧，咁啊好多人 like 啦，包括阿森美啦。另外呂慧儀咧，長腳蟹就話。小朋友每一年的進步都不可輕視，對比賽參與機會不能一拖再拖。運動員不只是在競賽時候才努力的，而是全年無休止的堅持努力才有我們看到的成績，怎可以被扼殺機會呢？多謝你們為他爭取感等等等等，其他事我不說 OK， 咁大家你就聽完你就 很明白究竟發生什麼事。屌你咁啲咁嘅老撚，屌你諗原文全係唔撚你關人撚事。上東張西望咯，應該是要的。好啦。嗱，呢個張欣宇啊，喂，呢個新界北呢個咧，算係做得多嘢喎，又好關注呢、一個即係所謂嘅 Uber 啦，即係網約車啦。嗱，張欣宇轉載方力申呢一篇 post， 再 tap 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嘅局長楊潤雄寫呢種小圈子顧犯範圍，真係令人感到窒息。楊局長做嘢啦～不過，嗱，根據報道啊，隨同特首李家超去四川玩熊貓嘅楊潤雄，今朝咧出鋪嘅時候咧，完全冇回應過呢個泳總嘅風波，冷神，淨係提到，誒，尋日下晝去到成都，
體驗咗當地嘅飲茶文化同埋藝術發展。屌你老母！成都飲茶關佢撚事啊！屌你老母！你話講把撚啊！屌你老母！唔係你都可以講嘅，但係你係咪要提啊呢單嘢？係咯。屌你老母係。佢都算咩咯？嗱，中環嗰單文就督佢關事啊！係啊，呢單文督佢有關事啊！哇，唔係兩單大新聞都關事。佢就喺病毒㗎啦！你講呢條友，我哋一早已經判定。一早話佢叫風騷幫佢。唔撚得㗎，佢就真係。李家超當轉咗佢啦。好，休息一陣。